出生农村家庭的巴洛赫是巴基斯坦史上第一位网络女神，常常分享穿着大胆的自拍照，也曾公开向名人示爱，前卫作风挑战当地风俗，不料却被弟弟以荣誉处决的名义下药昏迷，亲手掐死。荣誉处决在世界各地都有案例，不限特定的信仰或文化。联合国保守估计，每年约有5000人受害，印度、巴基斯坦最多，各占1000人。在民风保守的地区，女生穿着暴露、私奔、遭到强暴等等，都可能被视为家族蒙羞的行为，因而遭到其他家族成员私刑惩罚，甚至虐杀致死。荣誉处决常被误解是伊斯兰传统，但伊斯兰学者普遍反对这项习俗，认为荣誉处决不符合教义。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义理事会也在2016年6月宣布荣誉处决违反律法。不过，在家族紧密连结的传统地区，由于荣誉处决被视为正当手段，家人往往知情不报，就算警方介入，也常当成家务事而不了了之。观念还没改变之前，荣誉处决仍然在世界上的角落悄悄发生。